其实责任感爆棚的不仅有医生，还有下面的这位消防员。3月27号，江西九江消防员在浓烟中处理着火的货物，高温下热到虚脱，队友合力将他拉出，休息片刻之后，他又走向了战场。舍己救人，勇往直前，辛苦了，向逆行的勇士致敬。